请刚刚主持人可不可以来到三头龙的前面这里，谢谢大家。爱拍多少，把你的旗子摇起来。我们高雄人最善良最热情，对不对？我们我们现在要请现场的民众朋友，因为我们待会有请出发会有一个顺序，所以请现场的民众移动你的脚步到玫瑰花大队的牌子后面。我们并不按照我们原本一对一对的出发，所以我们要请民众朋友都把前面这个广场空出来，移到我们玫瑰花大队牌子的后面，好吗？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的马路上是所有车队的集结地区，所以我们要请所有的民众朋友离开马路这边啊，我们往这个文化中心的广场这个地方来移动。按照你原本规定在哪一个大队的位置里面，那如果是自发性参加的朋友，其实我们都欢迎哦，到每一个梯队的这个民众的这个位置后面哈，请先往广场里面来移动，谢谢。